欢迎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在我身旁是长辈股女神、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严熙老师好，平话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市甜心严熙老师哦。家老朋友们，过了六日哦，您电话拨通了没？这个产业高峰会先修班，救命救命啊！上礼拜已经上课了哈，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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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二天的课程内容一定要赶快来，尤其是我们会员最后一天了哦，活动是最后一天报名喽哈，课继续的上，继续的开，今天活动是最后报名的 final countdown final 咯 last 咯，务必赶快做报名，赶快来跟严熙老师靠近一点，而且尤其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不要傻傻的问会员可以报吗？当然可以、啊，对啊，宝贝啊，宝贝啊，怎么这么可爱？宝贝，你太可爱了吧？是不是？来来来，02663037，赶快哈，跟紧严熙老师，靠近严熙老师，而且呢，据说我们的先修班课室里面，老师是关起门来，把他毕生的这些独门绝招一次倾囊相授给大家。今天是课程最后一天嘛，今天一定要听哦，尤其是会员朋友。为什么呢？今天我要关起门来讲主力的心态，天哪，还有他们习惯的做法。主力的，哎，老师说到了主力心态，主力的做法，起码市场当中真的就你真的你说二没有人敢说一、啊、这个没有人在教的啦。哎、啊，我愿意教、欸、我希望就是可以打掉大家后跟阿尼基，资讯不对称的那个差距，是我希望你可以越来越靠近。当然，当你看懂主力的做法，嗯嗯嗯，看懂主力的心态，其实你就懂得去驾驭长辈股、哦、所以其实讲白了一点，就是教各位吼如何去驾驭长辈股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赶快来报名哦！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吼 ，final 咯 ，last 咯，即将要 close 掉了，所以赶快，我们的产业高峰会先修班今天是课程的第二天哈，来。价值千金万金的，我们这次真的是佛心价善心价给大家，而且呢，来今天刚老师说了，主力的心态，主力的做法，外面你真的会，哎，这是起码是好几倍、好几倍、好几十倍、百倍起跳，而这次真的是佛心价给大家。对，活动最后一天，尤其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家人们，赶快要、哦、你更要来边赚边学，边学边赚，赚到是你的，甜心老师功德无量，赶快来报名了啦！谢谢啦齁。那我今天的标股哦也是飙翻天了，据说我们的课程里面又有股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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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今天的课程齁，只要因为来上课的好朋友都知道讲义都会先拿嘛，会先给挂、嗯、头牌的那三家，哎，超级恐怖，超级好赚。然后今天里面齁四档是噔噔噔噔，四档直接亮灯上听板给大家，只要有来上课的其实都知道，都知道啦，你吼上课讲的都不是在里面的，哎、欸，重点都是补充的，很重要哎、欸。你这样一档一档开，好啊，好啊，好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讲义拿回去就算了，欸、不是不是，课程是一定要听的。你听了课程，你才知道讲义的股票为什么妍希看好，哎、欸，如何活用，对不对？对，当你知其所以然的时候，嗯、你才知道怎么样操作嘛，是怎么样去驾驭它。好，那同样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今天的盘是小涨，嗯哼，对嘛哈，一百多点而已嘛，是的。但是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哈，台积电在这一个位阶、嗯、是在叫什么？热身，有暖身。我上礼拜已经跟各位讲、啊，它已经站上季线，站上季线以后开始热身，嗯哼。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可以站上季线，热身热身热身到下个月的营收公告。是啊，好，十号要公告这个月，有有有，好，对不对？有。好，那可是很多时候，往往行情就是在不知不觉、半信半疑，半疑，因为你现在一直担心嘛。来，你要去知道的是，现在降息已成定局，嗯，年底有可能还在降两码，对，对不对？一到好，那之后你要去思考的是，好像利空会越来越少，嗯哼，有没有？对呀，为什么？因为下个月中开始很多公司要公告第三季的财报啦。是的。那我问大家，好，你把台积电的营收打出来看，怎么样想应该都知道它第三季季报会很恐怖吧？是啊，会很吓人欸，棒到不得了。所以不要每次等到财报数据出来以后你才相信才敢，对，汤不要这样。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要
滴滴的买，一定就像我前阵子节目一直告诉大家阿明，欸、阿明、欸，对阿明很强哎、欸，老师，我给那里马叮咚收起来呀、啊！哎呀呀，尤其阿明，我这次上课特别补充，我讲很久，我既然课程拿了半节的课程在讲阿明，你就要知道重不重要，重要啊！等一下来讲，好啊好。所以你现在看到台积电在热身、嗯，也照妍希所讲的。在热身了，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千万注意绕着台积电的群山去找股票。我说了台积电明年的股那个大赚、嗯、上看五个股本是哇有史以来赚最多的、欸、那我问大家那明年台积电是不是还是成长年当然啦走在成长的超级成长的这个轨道的时候、嗯、我一直叫大家你不要预设立场没错来台积电目标价大家都知道了，有上课的都知道。我现在还不讲哦、喔。好，等之后跳上去，我们再来开我给你的目标价。好哟，比较开心。当然啦。好，所以我说吼，当你对产业够了解的时候，你知道它在需求成长的这个阶段、嗯。那需求成长，老师也讲过，我说这个时候股价的反应是最大的，是对不对？股价的反应是最。大的沒錯因为我们看到了未来对投资人在这个位置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他做了他以往、嗯、就是从来没有做过的改变是的所以股价的喷发力道才会快超所以我強、啊、一直告诉大家我怎么选股我就是不管任何时间不管盘面任何阶段不管你说什么五穷六绝我都不管你讲那么多的利空是、嗯、我就是眼光放在需求成长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帮你选股有你一定要切记这一点、嗯、用这个阶段帮你选股只有涨得快跟涨得慢的差别这就是我会员可以很体会为什么老师我在你身边我觉得长长久久很舒服、欸、因为我觉得你的股票只有早涨跟晚涨的问题、欸、都是涨哇那这样的感觉好不好舒服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跟越久赚越多当然所以一定要上课一定要进来那你看哦今年我已经累计超过25档长辈股已经目前哦九月还没结束哦今年还没过完已经平去年的25只了这很重要哦上个礼拜是不是金站直接对那个飞出去直接飙出去啦、啊、金站今天有没有继续飙有老师今天金站继续飙你金站演出金站表演是的八月一号就给我了乌娜来八月给各位的时候在哪里五这个位置黑娜我要告诉大家我会给你最低吗我不是神是相对低的位置我不是神没错那为什么我敢在这里给你我就教你去看有没有前人在里面嘛嘿那所以上课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来恭喜大家我们今天的金站是一波拉出120个百分点又再创波段新高好舒服哦开心你要去想哦今天礼拜一嘛、嗯、可是上礼拜不要忘记哦金站嗯跳出去跳出去一波120个百分点然后百德上礼拜呢轮、嗯、流涨停一波也超过70个百分点然后印泰呢老师、嗯、它不是板卡的题材可以丢我跟各位讲了嘛它这一次是走 CPO 的概念嘛是的对不对元成跟先发、嗯、它投资的公司被谁 AMD 去清点、哎、要跟它合作、欸、是啊现在来元成先发又有大股东了谁云创所以对产业你有没有像妍希这么溜嗯哼这是你要了解的是当你对这间公司的背后后有了解到、嗯、啊你是不是很容易哎、欸、30 个百分点50个百分点就是常态的、啊、有没有看到印泰拉出去45个百分点上礼拜的我们继续赚下去可不可以好啊脱开成本获利奔跑课程拿出来直接上课喽课程拿出来老师你第二天的课程也就是上礼拜五第二天的课程你一直跟我你花了半节的课程讲阿明阿明明明没有在这个资料里面老师我前半左半右半后半都没有、欸、我特别要讲的我特别讲的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资料我常说后你拿回去看对然后之后的节目我都会慢慢讲但是我上课讲的内容你一定要记得来3013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各位如果你之前的节目有认真听嗯我是不是讲阿明？有阿明，阿明，我讲就古啊，还那对不？为什么嘞 ？GB200伺服器的机壳，成名店今年直接打进广达的供应链、wow ，是。
然后呢它出的阶段是 L6 到 L11， 那 L6 到 L10 这个阶段是属于12个阶段里面毛利最高的。哇，那再来啦，你知道四大 CSP 厂一直跟 NVIDIA 要晶片对不对？来，四大 CSP 厂都是谁的客户？成名店手上有大客户就是不一样，真的走路都有风了。那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刚好而已。哇，老师你偷偷买很久了，是偷偷爱着他很久。哎呦，各位看一下这 W 底漂不漂亮？是当当当当当碎，是当当当当当碎啊！如果过出去了呢？哎，天高皇帝远啦，没人管得到啊！当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得到的时候，要飘到哪里嘞？哎，不要预设立场啊！我要的是什么？他七月的营收首次占10亿，这个是你要先了解的。我的课程教你去算他接下来的营收要占哪里，明年的营收要占哪里，就很有机会一路往上推。所以这是不是大家要学的？当然你要学的是如何追踪嘛，你要追踪营收，还有追踪基本面，去追踪内容的部分，股价追踪反映企业获利。我这间公司重点是要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这样赚钱，维持。我说过，维持是最难的，没错。就像我讲我自己，我说25只长辈股，去年25只长辈股，我今年战战兢兢啊。对，我不敢要求我今年一定要超过去年，可是我起码维持水准啊。是，所以我现在25只，我对我自己有交代了。有，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是，所以我对我自己有交代，我就很开心。虽然是凭去年的新高，但是也没有从此就满足了哟。哎，没有，因为这盘太好赚了，真的。哎，有没有看到成名店阿炳老师你讲遐久啊？嘿，真正呢，给那里叮咚，嘿闹，来哦。今年预估营收成长50%，是明年预估营收成长超过80%。我课程里面都讲，是甚至都讲了，所以很重要。当然啦，因为你想要赚波段，你想要大赚长辈，是的，你就要有学习营收怎么追踪的功力。没错，这也是课程在教。当然，我今天那个会员哦，好可爱，老师，别人都不想教，你都教光光哎、欸。的确，我有个高材生，我出现高材生，我好开心哦。哇、wow、他高材生，我给他股票他自己就会研究了。哇、wow、好棒欸，我就觉得很棒欸。大家可能觉得哎呦老师那他以后不是你的会员，我说没有关系啊、嗯、可是我觉得学到了是他的，对，赚到也是他的。对，重点是你要一直精进，一直精进嘛，是对不对？因为为什么长江推前浪，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啊， 主力做手的做法跟以前的老主力跟现在的主力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教你分出，教你去分，你怎么样从股票里面看出它是资深的主力还是年轻的第二代？老，我知道这是老中青呢。啊，对，直接带出这种做法到底是老中青的哪一代，对不对？哎，可以这么的抽丝剥茧，明确的看得出来。所以我客人教的一般是你外面听不 到，因为这个没办法在这里讲啦，这太 detail 了啦，太细了。对啊，对不对？好好好，再把课程的拿出来，拿出来，赶快、哦。阿明要叮咚啊，对不？哎丢、哦，来，还有来3167，有没有给你连三拉三？上课3天拉3天，那大量有量有价。老师，你上礼拜已经预告喽，有量有价，碎当当嘛，当当啦碎。跨什么？半导体检测再也不是以往的检测三雄，检测都有人跨进去了。哎、欸，是新题材有没有？有新营收，新获利，是的。啊，有没有喷出去？乌啦，连三拉三咯，恭喜啊！早就赢在起跑点了，这种感觉好不好？当然舒服啊！边学边赚，边赚边学。当然，哇，老师还有哎、欸，你这一次吼好恐怖哦、喔嗯！这资料里面完全没有银建股、欸，是真的。所以我在跑产业的时间，我希望你虽然没有看到，我希望你从这份那个股票里面看到我的用心。是的，没有看到我一上课银建股的消息就出来了吗？对对呀，真的里面没有哦。虽然你在今年你有赚过啊，都赚到就好了啊。对，我们今年是不是上药集团大赚，赚不够金城四少再拉回来赚啊，赚过了是不是现在后来帮你拉什么设备均豪精华嘛？是啊，一路赚上来的，对对，均豪精华设备啦、嗯、都被翻的股票、欸、那现在有没有看到检测跳出去了？有大量跳出去，来波雷给那里嘛，叮咚亮灯涨停板。波雷有没有听过我在节目讲柏流？柏流有老师你这支也预告很久了、欸、真的
所以我说吼，我们都可以滴滴的买，都不用追，不用不用追，不用。这之后我四字头就给各位，今天已经六字头了，哇，轻松赚！我六字头我还放在资料里面，为什么？我刚刚开始啊，哦对哦，老师都喷出去了，你说刚刚开始，我就是说刚刚开始，四字头表彰五字头到六字头。四字头到六字头，现在已经快五十个百分点了。对呀、啊，才刚开始呢，我才放在这里呢。嘿娜，为什么不怕你赚？我敢放。嘿娜，为什么？真的？去节目，去课程，去课程里面讲了，我们关起门来讲了哈。来，课程的挂头牌的三间一定要注意。是的，有上课的都知道。有。好、嗯，那今天里面有一档，哇，老师这档也很漂亮哎、欸。叮咚，两灯涨停板，灵光啊！哇，老师，灵光到底是做什么？因为我以前没有听过、欸啊，真的、哦，灵光是做什么的 ？CMOS、CIS、影像感测模组。哦，有跨新的产业，有又不一样了哈、欸，真的、哦。所以来上课好不好？当然好啊。好，我这里先讲齁，尤其是会员齁，还没有报名的，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是的，最后 last 了。而且重点，这三天的课程。你是可以重复看、重复看的、欸，你可以无止境哦。哎、欸，不懂了再回去再重看一次，会有一段时间让你一直重复看。对对对。好，所以你今天看不完没关系，你明天再拿出来看。没错，不断复习，记得一定要做笔记，一定要啦，不要想说看到老师了哦，笔都忘了写了。我知道老师很美啦，但重点还是要记一下啦，好不好？就像哈、哦，很多人问我三根 K 棒，我今天带着你做三根 K 棒的进阶版，带着你看三根 K 棒里面到底是资深的阿尼基，还是富二代在做？欸、老中青哪一代、欸？这个学会了很好哎、欸，真的，因为你知道这档股票有没有钱，嗯，因为我常讲嘛，很多时候股市的行情是什么？资金跟信心堆出来的。资金有钱的人太多了，真的。但是信心呢？嗯哼，这个阿尼基也是有分层次的。对，为什么嘞？是会不会去？我说过了，你要害怕的是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认真，还认真。你还要更害怕的一个是比你有钱的那些富豪还比你更认真，真的，这种就恐怖了。是啊，哦，所以这边还是期许大家啦，涨停。我认为都才刚开始，都开戏而已，也再次验证老师选股的功力跟实力哈，以及呢，我们关起门来那种八卦我最爱听了，然后如何从八卦里面又找出更精髓的操作的秘技在里面，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课程里面大家最想要了解的那个 part。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最后天了哈，来活动是最后天报名了，我们的影片可以无限次来做观看，所以你不用担心看一遍不懂，看两遍，看两遍不懂没有关系，五遍十遍随便任你看。重点活动最后天哈，产业高峰会的先修班课程内容价值千金万金，佛心价、捷运价给大家，务必来定做把握。还有再次提醒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来家人们、好朋友们、宝贝们，赶快哈来！如果你是我们婷馨老师的会员，你更要来，好不好？一定要来，让你的操作能够更精进，好，更能够有多层次的变化。老中青三代的主力大户如何来操作？这想学的好朋友们，我们关起门来说，02663032 37活动最后一天，02663032 37来电做把握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妍希老师、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